离这远吗？在哪里？我家在上面。我家在下面。好，我都去看看。张艺兴。对啊，我要张艺兴。你喜欢读书吗？喜欢。那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？那这边应该很累吧？嗯，你看这两个劳损点，这样按应该是舒服的吧？你摸一下。那您就是说三四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没有，就是没有真正的看到过他们，就是到你身边来，都是通过电话。一年一次，春节他两个还是来帮我做饭，蒸我吃饭，帮我洗东西，一年一次。希望号召更多人来看你的表演，能够完成你的梦想，然后让更多人来看到佤族的舞蹈 和歌曲。这把吉他是我人生第一次定制的一吉他，所以呢，我把这把吉他我送给你，我觉得就希望你可以用这把吉他，然后去完成要学吉他的梦想，好不好？Charlie, Charlie, say, Charlie, Charlie, say, Charlie, Charlie, say.